我叫 Rabbit， 你觉得我可爱吗？我很可爱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的主人更可爱，更漂亮，他就是佩芬。哎，你好，就是我。哎呦，你看我的兔子多贴心呢，在帮我拉票呢。我就是佩芬，请投我一票。我知道其他的 DJ 呢，他们都非常有创意，他们的这个视频呢都是很厉害的。那我平常是最有创意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走比较不同的路线。我走性感路线，我要走我的我要录我的事业线啊。是你看到我的眼线吗？这就是我的事业线了。如果你投我一票的话呢，我会录另外一个事业线哦。Vote for me.